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02期的节目。大家呢最近催更最多的就是这一款地出系列 Leader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而我这个人就是天生反骨啊，这个越是热门大家一窝蜂的东西呢，我偏偏呢就要留到最后面才做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只是想等它价格再低一点，但是呢实在是不容易等啊，因为这一波的话呢，它的 leader 级呢是大火车跟这个 OP 一起卖。那大火车呢非常无耻的呢，它跟围城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包装盒而已。那你就可想而知啊，店家呢为了要保住大火车呢能够不要亏太多，所以 OP 的价格呢它不可能调低的啊。所以呢等了好久，最后呢还是以将近台币是2000块的价格呢硬是呢吞了这一个啊。那这个包装盒内部的话呢，本来是一个类似 SM 的一个绑法，这个我就不展示了啊。最近我这个 B 站过审的一个速度呢越来越慢，本来最近审查就慢了啊，再加上偶尔还有一两次这个被判定说是我有低俗内容啊，所以就最近就算是收敛一点好了啊。那盒子的讯息量也是比较大的啊，首先告诉你它有枪有盾，胸口呢还有一个领导模块啊，我没有托比中指啊，不要这样又过不了审啊。这个呢有一个货柜，上面有一个这个修理的一个结构，然后带着个货柜，然后可以展示 OP 挂点的一个形象啊。内容物的话呢算是非常的丰富了啊。那前几天呢有网友问我说呢，如果跟围城相比我会推荐哪一个啊，当时我跟他说呢，我觉得围城好像好一点啊。我今天告诉你，请你当我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大叔啊，这个你知道男人过了40岁之后有时候就话都随便说一说啊。这个可能最近就是 OK， 因为当时呢虽然我玩过这个，但是呢我印象中的围城好像是那样啊，是之后这昨天吧晚上把这个围城这个拿出来玩了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嘞，一认真两个，你要我现在就直接了当告诉你答案嘛，这两个要相比的话我会推荐你入这一个啊，如果价格不要差到太多，这一款的话各方面会比较优秀。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的话就正面的外观来说可能是差不多啊，两个都好看啊。那么呢这个胸口的这个透明部件的两者表现不一样啊，之前我先讲的这个是我有补过色有喷过消光啊，所以可能跟大家手上的不太一样。它的一个胸口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外星形象的一个样子。那由于这一款的话呢是变成一个地球上的载具啊，所以它是比较朴实一点点。那包括这个因为它是地球载具嘛，它就要一个雨刷的这个设计。那正面来看可能差不多，你翻到侧边来讲的话两者的一个优劣就感觉出来了啊。这个地出系列这个手臂是非常干净非常漂亮的，而这个围城系列的话呢就是有多了这个一大堆的累赘了，特别严重的是背后的这一块部件啊，是一个大背板，但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一款是整个背部是整个是干净利落的多了。那后面有两个轮胎啊背在后面这里啊，这个能够接受多少呢，这个我不评论了啊。尽管我知道说好像之前有一些 OP 的一个设计稿啊是两个轮胎真的是背在屁股后面啊，你能不能接受我是觉得看你个人了啊。我的感觉的话你硬要这两者相比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可能好一点点。那其他的话呢在单体的表现上的话呢，这次的拳头能够转动之外又多了一个这里一个多了一个关节，这当然是会比较优秀的。再来是裙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先前讲这个 Starscream 天王星的时候啊，地出的话呢是就是一个是裙甲，一个是这个，我说了当时一个是短裙一个是短裤。那当时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是天王星的话跟这天王星跟 OP 的这个裙甲是刚好是相反的。以可动的话呢，天王星是围城的呢会比较像地出的 OP， 它是整个腿跟这个是不能一起动的。而这个反过来就是另外一侧是类似于裙甲的表现。所以的话呢这两者你硬要去各个方面人形去比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这一次的地出会强上不少。甚至呢你要想地出是一个地球的载具作为一个形象，所以它在人形上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牵制，会被掣肘的更多，所以它应该理论上人形应该会被牺牲，结果它反而没有被牺牲到，而且做得更好啊，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呢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是在人形跟车型上面它呢都能够胜过围城的话，那有这么好的事吗？当然没有。如果你要以变形的乐趣度满足感的话呢，
围城的话会比较好玩，但是你真的是很懒，很喜欢精简并行的话呢，地出呢又会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惊喜感还是以围城的这个惊喜感是比较够了啊，所以整体各方面评分来说的话，我都会觉得它比较优秀。再来是看到它的一个配件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枪的部分。之前的这个围城的话，它的一个枪就是一把黑色的大枪而已，中间还有很多的空洞，对不对？也没有其他的涂装。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地出的话呢，它是一把可以简单变形的枪，这样的。你平常不喜欢拿在手上，你可以收在这个武器库里头。你看到没有？至少它是整个是饱足的，它没有空洞，对，它整个是满的，满的。虽然说这里多了一个凸，对不对？而且它是可以这样往后折，那往后折的时候是可以背在这个人物的后方。啊，当然背的这个枪的角度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啊，就是可以背在后面。尽管多了一个背包，看起来是有点蠢，对不对？还是不如把它收在武器库里头。但是再怎么样，它符合到说有桶炮，就是从后方拿出枪的这个设计，还是这一点设计还是有了啊。那握持的话也当然就是非常简单啊，就是直接的打开之后啊，这个中间有一个虎口处啊，我没有投笔中指，虎口处啊这个地方啊安置下去就可以了。到这边就形成一把大枪，OK。那这个枪我刚刚提过啊，造型也是饱满度也是比较够的。再来是它那个盾牌的一个部分啊，这个之前的围城这个盾牌是比较有诚意，但是这个插孔是长了一点，它这个盾可以变成一把斧头，OK。这个是当时也是大家比较赞誉有加的一个设计。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盾的话，是藏在这个货柜的一个后门的这个部分，它这个滑槽式的一个设计啊，这样子进去，这样出来。它是有一个盾牌，盾牌的话就是扣在这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两个配件啊。其中一个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货柜部分给讲解完好了。这个，它的上方的这个修理的这个台座，它本身可以上下动啊。它这里还可以把它拔掉，拔掉。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有，这个真的是 bonus，就是有加分到的。你要把它当盾牌扣在手上也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合会还是怎么样？后面就是把变成这样子。你要说它是一个飞行背包吗？你这样子，我有一个好主意，对不对？你要当飞行背包也可以，也可以，好不好？那你要当成是一个打架到一半的时候可以跑出来偷 A 敌人两下的一个小帮手啊，也是可以。这个部分啊哈，我觉得是有加分的。这个配件就是第一就是我是觉得当飞行背包啦，我是觉得。这样子啊，也可以，反正你，我就觉得这样子转可能好一点，只是喷射口不是朝下比较可惜，好吧？这个我觉得是有加分到，而且它可以完美的收纳到货柜里头，成为货柜的一部分。那这一点的话，我就是要给它一个加分。但是这个塑胶本身都是比较偏软，我们看一下内部细节，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嗯哼。然后这个它这里不是有个凸嘛，对不对？这个凸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凸呢是这个给 OP 的挂在上面用的啊。那 OP 后面也是个洞，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啊。然后呢，下方是有一个这个支架啊，一样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就是展示这个 OP，就是如果你要它挂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这里啊。其实挂这里有点可惜，应该是要挂上面一点，让它躺好一点，这样子。然后医生宣判你没有救了，OK。我怀疑这个伤是致命的，对，我恐怕这个伤是致命的，好吧。总而言之呢，哎，床垮了，对不对？就是有一个 OP 挂点的一个。那既然挂点的话呢，这个老大的象征呢，总是要拿出来，对不对？它也是有附带这个领导模块的啊。这个领导模块的话是这个啊，挑开是不太好挑，里面也是有啊。以这个 Voyage Class 的一个 OP 来讲，有领导模块的其实也没有说很多，不多啊。这个那并非是金属的啊，并非是金属的啊，两侧不一样。这次看是有一个空洞的，这一次看就还行。OK，可以看到晶莹剔透啊，我是拉不开的啊，我是肯定是拉不开的啊，拉不开就要被解体了啊。内部看那些细节，有上银漆，有上银漆。好啦，所以呢，毕竟是 L 级嘛，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正常表现了呀，不能。不要太赞美它啊，这太赞美它，后面又没完没了了啊。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一款，这个地出系的一个 L 级的一个 OP，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就把这个小配件啊什么的呢，
再次的呢把它给装回去啊。这是一个滑槽啊，这里是把它给卡进去啊，这样就可以了，还蛮妙的。那这个可以收起来，那往两侧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部件呢先过来啊，这里两侧把它给咬合进去。OK，我本来以为这个盾呢，跟这个背后的这个飞行杯，我本来以为要硬拔的，没想到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插孔啊，所以我觉得分数来讲的话呢，会再给它高一点点。大小尺寸的话呢，我拿出一个啊，这个好了，这个是第四级，这可能很多人都有了这个啊，隐蔽形态的 OP，两个身高差不多，身高差不多，行，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它的变形的话也是非常的行云流水，算是非常好玩的。这个武器的话，先把它给折起来啊，待会是有会用到的。这个拳头握紧之后收起来啊。这个最近录变形金刚开箱影片呢，我的心情都很好，因为就是最近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我还有多接了其他的摄影工作，所以拍变形金刚的时间变少，但是变少呢，却变成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时光啊，所以我很珍惜，很珍惜啊。这个，就我觉得我现在拍变形金刚的开箱影片呢，比较有那种当年就是刚开始在做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放松，就真的是想大家跟大家聊天，跟大家展示说，哎，我最近玩的什么玩具哦，是这种感觉比较愉快一点点。好，先掰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把这个部件呢，这个地方，这个往上面提上来。提上来这样还不够，还可以再往上面再翻啊！整个摄像头翻上来还不够啊，还可以再翻一层出来啊！这整个摄像头一路翻上来，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个整合了啊，把这个地方扣进去啊，还是给扣进去。然后内部的话，它有四片部件啊，一、二、三啊，四层都打开。都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后面这个部件啊，把它给推开，往后面推，这里扣住它，推开。啊，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我们把这个头部呢给翻进去，翻进去之后呢，把这一个部件呢再扣回来啊，把这个上方这个给拼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这个部件往上面提。我们等一下形状是这个样子，这个部件到这边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部件往前面盖下来，从这个地方由前往下盖下来。盖下来之后的话呢，这里。啊，这里两块部件先把它给推开。这里原本人物的腰这个位置，把它给推到后面。好，好了啊，把这个部件呢往前面包下来。好，包到这边。那这里有一二三，一二三啊，五六啊，四五六啊，六片都先把它往外面打开，因为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手臂呢给缩进去啊。这个手臂的这个变形的话呢，是遵照了这个G1 的一个 OP 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象。所以变到这边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有感觉，非常有感觉啊！我说的有感觉呢，是怀旧的感觉，不是其他的感觉。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呢盖过来啊，这里一样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从这个地方扣进去，上方这里也是一样的扣进去。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公差的话呢，会算得非常的精准啊，就这几个部件，通通的都把它给扣进去，这里扣进来，扣进来，扣进来，通通扣进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变太快了，这个地方是这里要先解开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把这个脚放下来，因为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是有个凸，两侧都有，它是要勾到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的，把它往上面顶进去。好，再把这个地方给扣上来。好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出系列 Earthrise 的 Leader Class 的 Artemis Prime，它的一个整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再来的话是它的这个枪啊。是可以扣在这个地方的，记得是这个是在上方，从这个地方扣进去。好的，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这个枪摆在后面，我个人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虽然不太正常，但是至少它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至少对我来讲它是可以容忍的。那么啊，对，还有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差点又要有人留弹幕说胡夫奇的日常变错啊，这个两侧啊，这个油桶翻出来的话，真的是造型而已啊。它一推就会掉进去啊，没有办法扣紧，至少我是没有办法扣紧，往外推也卡不紧啊，就是真的是做个样子而已，就做个样子而已。那最后它的灵魂之所在啊，每次 G1 的变形的话呢，都会有这个货柜会从后面组合过来，这个部件可以往前推，也可以往后推。那建议是
往后推，你往前推的话呢，这个部件会跟这里卡到，所以是建议你是把它往后面推，往后面推，这样子。那卡扣的地方是比较偏上面，在这个地方扣上去。好，那我提一下，这个枪如果你不喜欢扣后面，你可以直接收到这个那个货柜里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我们这一款这个 Earthrise Leader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呢，就完成了一个从机器人到地球的一台红色卡车头拖着货柜的一个形象了。载具形态，那大家呢都觉得 OP 呢就是要拖个货柜啊才是它完美的一个形象。那这一款的话呢，所有的轮胎呢正常来讲是可以全部拖到定位，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滚动的。那它的货柜的比例对不对呢，大家各有各的说法吧。那我个人不是很在意，我是觉得好像是小了一点，正常货柜的高度的话应该不会只有车头这样，好像会再是不是再大一点再长一点啊？当然这个 OP 的这个货柜是拖得越大越沉，但大家一般来讲只会嫌太小，很少有人说会觉得说太大，除非说比例真的是太过失调。而它的一个轮胎的话，可以各位看一下前后的轮胎啊，造型是不同的。那么呢，它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尾部的这个轮胎跟货柜后面的轮胎造型也都不一样哦，所以说是一共有三种款式的轮胎啊，这是一个凸面的，这是凹进去的，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凸面，但是中间的话是没有挖空。那我们就暂时先把货柜先拿起来好了啊，这里有个支架，暂时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头的部分，这里呢有一个缝。我极尽所能的呢想要把它变好，但是还是做不到，我就已经尽量去捏啊揉啊搓啊，这个还是不是很满意我的感觉啊，这个也没办法了啊，这个可能缘分还没到啊，不是他的真命天子吧。那这个车头这里有一个这个雨刷啊，这个雨刷做的还是比较细致一点啊，然后前方这里是有一个铁灰色的涂装，跟前面这个银灰色的涂装是不一样啊，就这一块特别的不一样。那里面的一个车头灯啊，里面也是有刻画的啊，在透明件里头这样做起来就感觉诚意度还不错啊。这里侧边啊，这里是一块，这一块部件你看到这一块它的红跟其他不一样，因为它是这个蓝色透明件上面去上一个漆的薄派标志啊，也很久没有看到了啊，不过稍稍暗了一点点，这个银漆呢感觉没有很亮啊，所以就有一点没精神的一个感觉啊。上方这样分隔线有一点大啊，这里灰色稍微有点突兀了一点点。后方的这个拖板应该是比较嫌长一点，可能到这边就可以了，但是这确实就是多了一节的一个脚趾。整个变形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它其实脚的这个部分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形的啊。那侧边有一些这个插孔啊，这个围城的时候外挂武器还可以，但是以地球的载具的话，这个洞就是变成扣分点了。那我就拿出这个是围城的这个两个车头的话呢来做一个，首先啊这个没办法扣啊，后面是这个 OK， 后面是没有多动的啊，你这个没有地方可以，你应该挂到很前面，那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非常接近，一卡就整个是松动了啊，这样子也不太对啊，各位知道就可以了。这个货柜这个部分来看一下大小，围城的话呢，因为车顶盖啊整个是就是多了一整个车顶盖的感觉，就整个是车顶盖是多冒出来的，也奇怪好像有什么地方没有掰好是吧，好吧，这样子就当它好了吧。这样子车子的侧边大小是还蛮接近的，如果你把上面的顶盖拿掉几乎是一样。那车子的一个长度的话，其实微城好像也稍微要长了一点点，从上方来看啊，因为它是整个是一个背板，所以它上面的分隔线比较漂亮啊，这个就必然的了啊。后方啊，这里空洞，那我们是多了这个枪把它给补起来。后面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卡的一个沟槽，来如此这般。那以轮胎的话，几乎可以说啊，这个围城的这个腿的变形是很妙，它有一个轮胎翻进去啊，再翻出来，有一个内外转换啊，还有一个这个大腿外摆内收的一个翻折。那这些呢，在地出系列的这一款里面呢，可以说是完全的都是已经进行了一个更加的一个简化了啊。我个人是对简化变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厌恶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再拿出一个，这个是第四集的一个隐蔽形态的一个 OP 啊，这个更大一点点啊，这是单纯的做一个大小尺寸上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展示了啊。那么总体来说啊，这一款就是很不错的一款玩具，就是塑胶可能偏软了一点啊，这个感觉这个胶比较柔软，细节的话就是做的还算可以。比较丰富一些，
然后价格呢，就是目前呢，我提过了，因为配项的关系，它绑了一个大火车啊，这个大火车真的蛮无耻的，是还不是改色，它根本内容物都是完全一样啊，而且是摆在就在上一波的围城的最后一波，等于是连续两个档期你推出同样的角色来卖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OP 的价位呢，肯定在一段时间之内呢，可能还不会下降。但是以玩具的人形啊、车型啊，都比围城的，我觉得都胜过围城的。那变形的话是简化，那这个简化呢，就见仁见智了。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变形。以设计感的话，这一款其实是比较优秀，但是以简化变形这一款又是比较赞一点点。那配件的话，就是这个枪啊，可以比围城能够变形，然后多了一个盾，啊，盾就是完美的隐藏在后面啊。这个盾啊，这也是它一个缺点，提一下好了啊。这后面由于牵着这个盾的造型呢，它这个地方就不是地球的一般的那种啊，就是门的造型，它变成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造型，还有一个飞行背包啊，或者是这个维修台的这个部分呢，是可以隐藏在这里头的。还有就是一个领导模块，胸口可以打开有领导模块的 OP 啊，这一点的话呢都是比较值得嘉许的。整体来说是一套蛮不赖的玩具啊，对，尽管它还是一个 V 级加上配件之后的 L 级了啊。骂归骂啊，好玩的部分呢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聊一下的啊。最近做变形金刚开箱的时间虽然减少，但是我的这个做影片时候的那种放松愉快的感觉呢，是真的没有打折扣，甚至有一种回到了早先那一两年那种比较更加单纯更加美好的一种快乐的心情。当然车技的话是比当年好很多，心情一样愉快，但是用OK 自己夸奖自己一下吧，用一个更加稳健啊，更加不要脸，更加不怕人家嘲笑的一种口吻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玩具啊。那就这一集的话呢，就给各位听到这边了啊。那有空啊，有兴趣的话呢，关注一下我的电子写真的部分吧啊。这个呢，你不妨就把它当成是我的频道的一个价值收看的服务项目就是了啊。毕竟最近的这些玩具为什么能够第一波买这么凶啊？确实是因为最近写真集这个部分卖的不错，所以这个资金就比较充裕一点点，所以买玩具的速度也就变得比较快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